我看差不多了吧。哎呀，哎，这老太婆真可怜，连个送葬的人都没有。哎呀，他妈没给他姥爷送终，他呀没给他妈送终，到他这一辈啊，一辈子没结婚，他自己啊也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啊。哎，都是报应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不孝子孙，怀他倒霉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倒霉你个鬼啊！不知道单身有多快乐。祝你们有人陪伴。80岁还是这么的美。我做了个梦。你不远万里千里迢迢过来告诉我你做了一个梦。如果我是说，如果60岁的时候我还单身，你也单身，或者说你已经离婚了，我们结婚吧。是不是风水有问题啊？是啊，前几天是刘姐。我好像忽然意识到，从我妈去世那天到现在，我并没有流过眼泪。我没流过眼泪，并不代表我没有哭过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我妈的原话。当年姥姥去世的时候，她就没有流过眼泪。我不知道她是真的坚强还是怎样。只是觉得他好像对所有坏消息和突如其来的噩耗都有心理准备。有时候我觉得他这个性格特质是遗传到了我身上。榴莲，榴莲，谁啊？楼下李奶奶说人走了好几天了才被发现，说人一辈子没结过婚。走的时候连个送终人都没有，他还总冲我笑呢。我以为他过得挺好。人没了，家里的狗啊饿得皮包骨头。要不是这几天狗叫声不对啊，没有人往那上面去想啊。哎，要这么说的话，说不定走在刘姐前头了呢。也好，正好有个伴儿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不用安慰我。咱们公司是营销界的黄埔军校，遇上我是你们的荣幸。我不仅要给你们发工资，还得给你们免费上课。这样的领导人生遇不到第二个，你们就是我财富自由的绊脚石。周末加班，天经地义。对不起，副总，那个今天周末，所以我有点事儿，能不能不算迟到？咱们这只有周期，没有周末啊。哎，我黑董。